成功分局于113年7月10日23时48分许接获通报，东河乡南东河一处民宅发生火警，造成一名民众死亡，一名受伤。经警方初步了解，潘姓犯嫌77岁，与同居张姓女友63岁，于10日晚间发生口角纠纷，继而心生不满，持尖刀砍杀同居女友，并使用家中备用汽油泼洒卧室，以打火机点燃引发火灾。经东河消防队抵达现场扑灭后，于一楼房间内发现被害人已成焦尸，无生命迹象。经警方循迹判潘贤坦承犯行不为，全案依杀人及公共危险罪报请台东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中。